大家好，我是小车阿忠。今仔日还不星期五吧？啊，下晡头即马头四点半左右啊。啊，我咧开心农场哦，喝下午茶啦。今仔拢无创啊，有啦去种迄落菜仔去要分，去甲分株甲种种啊，伊拢无创啊，啊，就来只喝下午。啊！这我炸来这个蛋糕，直接享受安尼，放空，脑袋嘛一片空白。我再去。你只听这水的声音没？啊，啊，山庄很宁静哦，这个水声呢。人生就是安尼嘛，来去一切皆空，来也空，空空。啊，转去嘛是空空。我的兴趣吼，就是爱研究东研究西啦。啊，啥物都要甲学看卖，什么都要学。啊，学会了就再换别种的。啊，种菜同款，一样甲种一撮，一样甲种一撮。啊，那我食到遮济岁啊，退休啊，啊。也跟着流行，什么加密货币啊，对吧 ？NFT 啊，嘛是，啊跟住的。再今天，狐狸钱包啊，冷钱包啊，拢甲跟住的。
啊，股票啊，啊，加密货币的交易啊，啊，拢还拢还学啊。啊，咱毋是要赚大钱的，咱是要赚输啊耍费尔。你若要赚大钱，迄个讲实在要赚大钱也无简单啦。赚耍费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得到，啊，你若要赚一下很多钱哦，那个没那么容易。会人讲哦，你来投资加密货币股票之后赚很多钱，然后说你的财务就自由了，哎，拢凊彩讲讲，无可能。大家拢要谈上面啊，上面输啊，哦对吧？每个人都要赚大钱，啊谁要输？甲你讲无可能啦，迄是我因为我有兴趣，你甲研究到这个程度来吼。你想赚很多钱，那是不可能，可以这样子。啊，用赚钱，哦，奖金、年终奖金，安尼就是 OK 了。哦，啊，你要投资钱啊，赚钱、年终奖金这样子 ，OK， 对吧？啊，你讲安尼翻倍再翻倍啊，你妄想，我讲起来妄想。你若无输一啊足侪钱的了后，你安尼足用心去研究之后，哇！你搁去赚较侪钱，安尼我相信。啊，你若讲像咱这款散户吼，讲一较简单，无可能。咱若该讲咧，迄电视拢看迄落，报你赚大钱，啊，翻倍再翻倍无？哎，无股有色啊！只有我甲你讲，逐间都去骗啦。除非迄个股有色是内线，你知影？迄个操盘人有内线，啊，又来线啊，有内线啊，伊知影这起落啊，我来台报你，你就教育的路你行就赚大钱。啊，你若讲，甲咱迄个股有色个迄个操盘者，甲咱共款的吼，伊也是无名的，可能是较好算的。啊，那种有内线的哦，报你三支哦，赚到大钱哦，伊会一支啊，甲你坑你。知啊，所以讲嘛，迄个爱足细腻，有内线迄哦，千万爱细腻。你可能报你三支拢对，但你伊报的时，你拢无钱无甲下落，对无？可能下一支，我赢一支，我就痛甲变过。哦，这老师有够准。伊搁报第四支的时阵哦，就是要坑你，对啊。哎，伊报你买的时，伊抽卡去啊，啊，恁大家套牢在遐。啊，了解。你想讲较简单？这几天的心情哦，有一点沉重。不知道说什么，哇，原来是自己分的。好了，今天就无什么代志，今天就分享到这，谢谢。